睇得好大，除咗跑道區呢堆嘅海景樓盤，其實佢喺城中心仲有一手、二手樓盤嘅。城中心呢邊就比較近鐵路站，行過去大概五分鐘之內，仲有條啟德河，咁順住條啟德河就可以行到去個都會公園，然後沿住個跑道，行住個海散步或者做運動，相當舒服。今日我哋就睇一睇啟德嘅二手單位，天環嘅461呎。緊處開價就900萬，呢間真係幾大玩，好玩。户主就整咗好多家私，老太佢裝修都靚啊！如果接受到，都可以唔使翻新嘅。要執下咯，嗬。簡單執一執咯。簡單執下有啲新啊，咁嘢都會執下嘅。浴室有窗嘅 ，supply。呢边就是主人铺，靠墙拍完张床，做埋个衣柜，仲有个露台位。我哋再睇间三房，640呎，入门有个鞋柜，再转过嚟就一个厨房，厨房就 L 型嘅，有窗嘅。呢度长厅，个厅够阔嘅，类似厅，露台啦。望住个临时房屋，将来会起学校嘅呢边。O K。呢个浴室有窗嘅。呢间睡房嚟嘅，另一间睡房嚟嘅。呢个主人浴室有窗嘅。做咗咁嘅价钱，所以一定带你嚟睇咯，又唔算。业主的叫价是1350万，嘉汇515呎的两房，它有一个独立的厨房 ，L 型的，有个窗。三平嚟嘅，呢度两间小屋，一间英房，呢度都唔拆嘅，都系学校嚟，下边会三间学校呢度，咁啊呢度背后后面远视，即系好难视咯。呢度望到个海景，暗啲啲漆薄。呢间就有一栋1500，屋企585尺咯。系啊，咁啊开即开得好。呢个几多尺啊？455尺，哦，455，绝对大玩。呢间就系嘉汇嘅两房，455尺，放盘价就系900万，整体嘅户型都相当实用，唯一缺点就唔系落地玻璃窗。今日睇嘅楼又平又贵，最平嘅价钱大概系890万，最贵嘅三房系1350万。二手的尺价和一手差不多，如果俾你揀，究竟是买二手啊，定是一手，可以留言话我知。最后最后，看完呢几间，你觉得啲业主有冇卖贵到呢？留言话我知，拜拜。